强敌当前，无畏不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华哥。本期视频继续带来江湖人扎队决赛圈一决雌雄龙之队，双方的战斗异常激烈，友谊切磋输赢只在一瞬间。这条的超级白米被我的绝命一击看上了一发入魂，都将是本次对决的看点。最为经典的还是江湖人战队总指挥冷艳华的离奇死亡，战场扣人心弦，惊心动魄。我将通过多方视角去欣赏这波对决。首先跟随 AN 视角进入战斗，龙之队直男的缺席 AN 坐镇指挥位，目前场上剩余人数是能正背方向的奥克里就是江湖人战队。随着毒圈的刷新，双方都将面临进圈的难题。左侧圈内有其他敌人的火力拦截，龙之队和江湖人战队在蓝圈的逼近下烟雾弥漫，闪火连天。 AN 火力之眼脆油条和无忧大树往前方凹坑推进，用投掷物的攻势先手打击江湖人战队，但是稍后两方的凹坑都被刷出白圈外，最后的战役都集中在大敌圆，只能依靠烟雾提供暖心掩体。左边这个人我先不打他，左边烟里在混啊，开始你可以把左边的打了，你打吧，可以把他秒了，对，秒呗，可以秒，秒了一会儿往左边进，没秒掉，留几个雷，25秒了，一会儿往这儿出烟啊，开始，前方有危险，咱俩刷圈进入倒计时 ，AN 和看山瞅准时机往左前方扑烟，江湖人战队离圈较劲，正在等待时机。就目前的战况而言，两方都不占优势，左侧圈内的敌人虎视眈眈，稍后也是在正面交锋前默契打击左侧敌人。目前江湖人战队的灵魂指挥冷艳华已经离奇死亡，同一天晚上的撞车，第一局龙之队2-4没能敌过满编队的江湖人战队。第二局龙之队4-3能否扳回一局，请继续往下看。至于冷总的离奇死亡，我将放到最后揭晓答案。 AN 已经发起冲锋的号角，大战一触即发，整个战场已经被烟雾笼罩，两方的距离越来越近。此时响起阿斯顿马丁的咆哮声，这条一人独闯敌人根据地，一阵枪声四起，左侧敌人被击倒两个，然后这条也应声倒地。画面给到这条，看他这次如何超级白给。拉手，看来冲动是魔鬼，海岛最强钢枪王一顿操作把自己送到敌人枪口下。画面回到 AN 视角，一个顺暴雷正朝着江湖人战队脸上砸去，脆油条被李牧不掉，全场进入最后的对决3-3。 AN 疯狂丢投掷物，随着几声雷响，李牧应声倒地，双方势均力敌，小丽丽击倒无忧大树， AN 一颗雷炸倒小丽丽，突然阿万拔地，而且二人相互伤害， AN 被击倒在地。此时双方进入 1v1 battle， 残血阿万对抗弹尽粮绝的看山，穿越反扫击中阿万，迅速闪躲不了进入毒圈内 ，AK 技瞄火力压制看山，灵性趴下躲避，阿瓦如出一辙被一发入魂。画面再次返回到 AN， 双方的亲密接触让他防不胜防。打我脸上，我脸上露出来了。最后的看山穿烟满扫击中阿万，突然从右侧闪出灵性趴下调整枪口，成功淘汰阿万，龙队极限取得胜利。第二局的对决到此结束，双方实力不分伯仲，江湖人战队打法稳健，冷艳华的指挥沉着冷静，龙队打法激烈，猛追猛打，观赏性俱佳。高端局想看身法秀，视觉操作生硬，一路干到决赛圈必看龙之队。高端局想看战术运营，灵魂指挥必看冷艳华。视频最后看向冷艳华到底是被谁扫爆载具提前离开战场。关注华哥游戏解说，更多主播精彩工作为您呈现。我去，没事，他个的